我们来去摘有机玉米啦！比山生态食农教育环境永续。Part Two 务农有机玉米田工作坊。SDGs 目标三：确保及促进各年龄层健康生活与福祉。有机玉米田采收，插秧体验后肚子饿只能自己动动手。务农龙哥讲解玉米采收的程序，哈哈，没有认真听的同学等等下田小心全身痒。如何分辨成熟的玉米？玉米需颜色较深即为成熟可采摘。成熟玉米穗粒应呈现饱满的状态。每一个玉米都是我们精挑细选而来的，外叶颜色深绿，米粒饱满，排列整齐，颜色金黄漂亮。这时的龙嫂向我们介绍成熟的玉米应该呈现什么状态。接下来，我们先将玉米头尾切除，再将外叶剥开后清洗。接下来就看一下同学们的表现吧。看看这些优秀的学生们，老师感到非常欣慰。我们的烤玉米采完全程100%不加任何调味料哟。没错，原生食物最健康。太不可思议了，食在当地，享当季，有机农业及健康真的非常重要。